上，泥沙顺流而下，而从清口，再在主堤外三四里处修窑堤一道。若主堤有失，那外面窑堤可做保护。还有，新开中河，漕船不走黄河，从中河走，水流平静，顺流直下，而且还不用拉纤。至于河水退后留下的田地，臣以为可以卖掉，所卖银钱可做修理护堤之用。皇上，微臣认为此事不妥呀。若要加高河堤，堤高一丈，百姓居于其下，一旦洪水爆发，堤坝冲毁，百姓将是流离失所呀。至于河水退后所留的土地，是可以拿去变卖，但